烦就不平凡，有你在，遗憾就能美满。这个吻代表什么？充满我坦白，你会懂。我不知道。你现在在气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你为什么会担心我？你告诉我啊！有你在。如果时间倒转，有你在，你不喜欢的我会改。有你在，平凡就不平凡。有你在，遗憾就能美满。如果生命重来，我坦白。你现在在气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你为什么会担心我？你告诉我啊！真美味啦！阿姨先生没跟你一起回来，他还在忙着记者会的后续，我还没跟他说我回家，晚点再跟他讲。姐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这样一起炒菜。是啊，这好像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回到家。你那么忙，啊，你今天能回来啊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不过前几天我真的很担心你，你跟楚曼的绯闻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们演艺圈的事情哦，我是不懂啊，我只能在电视机前啊看你受委屈，可是我又帮不上你什么忙。已经解决了。姐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。好恶心哦！解决就好了啦，担心当然会担心啊。对不起就不用了。蔡佳豪，我觉得你变了耶。你说我发型吗？不是啦。你回国之后哦，变得好坚强，好强悍。你强悍的我有点点不认识你了呢，我都忘了耶，你是我那个天真又傻傻的弟弟蔡佳豪。其实，
实我想一个人回来静一静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在搞什么。如果你在外面啊碰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哦，你觉得累了，就回家吧。所有长谈市场的人哦，都会站在你那边。什么？蔡家豪吻了你？哦，我就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那表情超激动的哦。还有。他去扁宝哥的时候也是超级火大的，天哪，宝贝，他整个为了你豁出去。宝贝，蔡家豪他还爱着你。Yes, yes。哎，宝贝是怎样啊？事情都那么顺利了，你还在那么不开心什么？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个吻。哎呦，这有什么好不知道的？你应该觉得开心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个蔡家豪说恨你，说不想再看到你，结果嘞，啊，两个人还不是越来越靠近？而且我刚刚也说了，他为了你扁那个宝哥，哎，哼，这一次啊，是你把他推开，可他反而就吻上了你，宝贝，这不就是被你感动，忘不了你了吗？你的付出终于让蔡家豪越来越明白了。我想，他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现，两年前你为了他跑去找尤金的牺牲。我觉得啊，这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呢，很有可能就是你在蔡家豪心里面咸鱼打翻身了。哦，对了。我顺便告诉你哦，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以后会怎么发展，但是蔡家豪上次拍的那些 MV 明天会在一集娱乐 Life 首播，有空看一下啊。关于 Justin 殴打制作人那件事，那些记者不也都把他们的对话给拍下来了吗？如果今天换作是陌生人，将被羞辱。Justin 是个善良的人，他都会为他们反击。更何况，林楚曼曾经是他的朋友。不，真的不是因为旧情复燃才出手打人的。你们真的不能这样写。喂，喂。喂，是你好。关于这件事，是因为那位制作人的言语对女性充满歧视， Justin 是出于正义感才出手打人的，请贵报社澄清，谢谢。你休息的再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对你生气。为了平息这一切，我就求那些厂商不要换掉你。我想尽办法恢复你的清白，但你却跑去打了那个制作人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身为你的经纪人，你再怎么样夸张，我都必须默默的承受，因为那是我的工作。但身为你的女朋友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对我有点太残忍了吗？真的对不起。林楚曼今天说的话，完全都是为了毁了他自己，保护我的事业。
我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个制作人，他说的话实在是太过分，所以我才打了他。后来，我找到了林楚曼，他在海边遇到了危险，我救了他，然后我不小心一时冲动吻了他。我选择坦白，因为我不想要隐瞒任何事情。真的对不起。我真后悔跟你一起回来台湾，或者应该是说，我真后悔陪你一起回来。你现在是以男朋友的身份问我，还是奶妈？我承认，喜欢他，真的很喜欢他。太刺激，太浪漫了 ！Justin 居然选择在所有观众的面前跟自己的女朋友求婚。有些话我可能从来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进过那间房间。我从来没有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过，一次也没有。就算我现在消失了，也应该不会有人在乎吧。楚曼小姐，你愿意帮我这个吗？留在我们董事长身边陪他。这个，您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什么条件都好谈。小妹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呦，你还好吗？夫人，我回来了。为你我不觉得牺牲。